随着火光四起，原本的火堆变成一只怪物，他就是冥王哈迪斯，正在寻找波西，用他的母亲作为威胁，让波西用雷霆之杖换取母亲的性命。虽然波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雷霆，但为了母亲，他也要前去冥界找到神界信使卢克。卢克交给他们一双会飞的鞋子，还有可以折叠的盾牌，最后又交给他们一张地图，告诉他们按照地图的位置找到三颗玉石，才可以安全的在冥界回来。三人很快便出发了。按照地图，他们来到一个布满雕像的园林，这时一个女人突然出现，发疯般拉着小美就要跑，结果被面前的女人拦住去路。女人摘下眼镜，旁边的女人瞬间石化，原来这里就是蛇王美杜莎的地盘。波西提醒小美不要看她的眼睛，然后赶紧逃跑，最终还是被美杜莎抓住。危机时刻，小美开车撞向美杜莎，一向对自己容颜看重的她赶紧捡起手机查看自己的模样。这时波西在后面一刀砍下，离开时刚好在美杜莎的手上发现了第一颗玉石。三人赶紧驾车离开，根据地图提示，第二颗玉石在一所神庙，在雅典的雕像的头顶，果然发现了那颗玉石。到了晚上，波西穿上拥有翅膀的鞋飞向雕像，顺利的拿到了第二颗玉石。可三人还没等高兴，进来五个动作一致的男人，说着就变成拥有五个头的怪物。这时波西手拿盾牌便跳了上去，很快就将怪物的头一一斩下。可这时怪物身体再次复活，变成拥有十个头颅的九头蛇，说着便向他们吐出火焰。持续的高温，波西很快承受不了，便把盾牌丢了出去。眼看近在咫尺的大紫，波西用意念打开水龙，控制着水准备困住九头蛇。可随着吐出的两道火焰，水墙瞬间瓦解。眼看九头蛇越来越近，小黑举起手中的美杜莎，下一秒刚才还在喷火的怪物瞬间变成栩栩如生的雕塑。小黑兴奋之余还不忘对美杜莎表示感谢。随着地图的提示，三人来到了拉斯维加斯，刚走进大厅便有人送来莲花状的食物，饥饿的三人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，结果瞬间忘记自己来这的目的，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直到波西脑中再次响起父亲的声音，让他在沉沦中清醒过来，刚好发现轮盘中的玉石，拿起玉石便找到小美小黑二人，开着跑车便逃离了这里。随着提示便把车开到了好的屋，看着墙上变化的文字，旁边的土墙随之崩塌，冥界的入口出现了。